我们看这题哦，他说四男两女排一列，首位和末位必排男生，而且女生不相邻，问你方法有几种，怎么算？哎，老师先建议你哈，因为女生不相邻，怎么做？插空隙嘛。我先叫四个男生排一列是几阶？四阶。好，四个男生排一列之后，一二三四，排下去是女生是不相邻，是要插空隙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要保持首位和末位是一定是要男生，所以说女生只能找是中间这三个空隙来插，对不对？所以中间几个空位，三个空位，给几个女生做两个，所以乘上 P 的三取二是出来了，所以24乘上6乘下单是几144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把这边看一下。